那我们今年差不多一年半前来听总的灯跟 Rester 课程嘛，我们就回去做这个四个架构了。那我们做了，我们也融了2000万了。融了2000万啦、啊！哇！所以那个资金永远是不够了啦。那我们再来就是看能不能再去 Australia 上次再拿那些钱。来了一次拿2000万，再来第二次想要拿更多，我喜欢。